因为他们现在核心都固定有站人，就比较麻烦。哦，好吧，那我知道去核心站了。可能站下面没有用。哎呦，直接站在核心比较，嗯，比较不会有意外。相信你一定先死。哎呦，老娘来了，我看到了。我不想干，所以他们现在都用跳跳那招，跳跳轮子。好，然后刚看到右手边，突然发现我们等一下一起冲。好，我又打了一些装备，我都扔下去了。杰瑞，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个核心上面也有人在跳跳跳？知道啊，这挺虐啊，都锁在那边。啊，可以，现在可以买加分技能。很难消失的。买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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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、啊、嗯，我买。哦，有了，捡到了。看准了位置，我在前面等你哦，满星。好。因为他那个跳跳好像才十块钱铁而已，你可以买一下。我还蛮便宜。好，买个两罐，我们一罐。等下跳。上一场我测试，他感觉好像很快，就好像只有一秒。所以你喝完就要马上跳，是哪一个啊？食物商人、珍奇商人，珍奇商人是珍奇，找到，嗯，十个绿宝石啊，大哥，没错，我去找一下转来在哪里，他没有装。哎，我们家的绿宝石现在都可以领，有需要都可以领走。给我绿宝，团团，天塔团团，团团团团团团，你们就稍微小心团团就好。你在谈钱，其他人的物资一直被我掠夺。哎，想放中介箱，给存，太坏！这跳多高啊？我捡到他们的加分祭坛。哇！放放放放放！放我买了一个，可以再放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掠夺真的！哎，给你给你给你！太强了吧！哎，没核心，没核心而已。我去放，我回家。去放，好赚了。这喝了跳多高啊？打一个加分技能回家、欸，应该是可以直接跳进去的那种高度。好哦，哦，这边看到一个人，团团，哎、欸，玩他们两个人，我先补个血。你加分技能放哪边？左边，我放好了。哦，那我互相补。哎、欸，那个团团在我这边哦，看看你有没有办法。有人走了，有人过去了，有人过去了。有看到，看到20了。20过去哦。有看到，有看到，还在桥底下。我的看到。哇，还找人，还互捧一万啊，团团。哎，哎，杰瑞给你顾一下，我去买弓。好，砍不死啊！太硬了，太硬了。你们怎么也都来这里砍了？那这里现在很混乱哦，家里还是要守，趁这混乱我去。家里守一下再守一下。那边彼此打不死彼此啊！哎、欸，砍一下。喂，悠悠，我直接跳上去。团团团团团团。但是有音乐站。有音乐。团团团团，进来了啊！我修起来啊！我两下，两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三下，来来来，加油！三下，有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努力四下！我拖了两只，我拖了，我拖了两只，你们加油！有，他们围防了，他们围防了。3600，3600。哇，哎，那个跳还不错。他们要打一波大的，他们打一波大的。然后喝了，然后直接跳上去。你们可能要过来啊，他们要打一波大的。没关系，我在他们西瓜这边玩。西瓜那边真的回很多，所以是吧？团团杠杠不怀好意，你们得走来走去，绕来绕去，想看我看我一眼。珍奇商人，然后他们都在他们家，他们都在他们家。好，我这是哦，这边上面的view好好哦，可以看到全部哎，看得很爽。哎，可是我们这边很奇怪，我这样看过去，好像他们那边就是那种高级住宅区，全部都高楼大厦了。但听起来很不错啊，可是我们这边就很穷啊，看起来。是说这个 buff 到底是什么 buff 啊？没有 buff 啊，还是要放那个？哥，不知道。你说什么东西？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 buff， 中间的 buff 放过才有。
对，中间要放核心，那个就是战神祭坛跟那个瘟疫。哦，啊，战神的话就是你站在那中心就会有力量效果，所以碰到敌人的就会有那个。对，所以你要站到这个里面的玻璃，其实好像稍微靠近就会有了。这附近的。对，附近。那个有没有要冲啊，繁星？我死回来了，我在前面撑很久。他们家商店有三个人。哎，对，赶快，三个人。四个人都在商店，快！四个，快！他们家四个人，啊，绕进去。然后团长在开箱子，可以，团长出去了。五秒，哎，没跳上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我把一个，好久，他们出去了，球爆了。我觉得那个跳是有一点难度了，小难度。对，不要想着直接跳到核心上，跳旁边的那个。对。那个墙就可以。二零在前线，在中间那栋那边蹲。嗯、我只想说，一个人太孤单了，等一下跟繁星一起上。真的卖西瓜、欸？有哪里啊？神奇商人啊！你就没有？有啊，有了。食物商人。哦，食物啦，说错。卖什么？西瓜啊，就是可以补充一下你体力。尽量吃。浑身是痛。要吃饱哦。好。吃饱饱哦。好贵哦，绿宝石。这样铁还可以换什么、啊？除了岛以外，我们就没了。你、现在可以存一些铁，我们又有好多岛可以放了。绿宝石岛又可以放了。他刚放一下，嗯，一颗绿宝，没事，我走。西瓜，嗯，这个，看一下哦，加分也可以放啊。哇，加分还可以再放哦，哎，怎么有金苹果？买的啊。嗯，我们家是指哎。等一下，你们有空再把那个加分去触发一下。好。嗯，它放在附魔台的左方。好。我看一下哦，绿宝石一颗，加分两颗，所以需要三颗。下面的。而且加分还可以再购买哦。银桥下面的水电只有一格喽。对啊，太好走了。这一条。干嘛？怎么了？看他凶爸爸。哎，刚说好的，怎么站在核心上？二零想干嘛？还是有人说啊，不能。烫！不要！我们一起在西瓜区，对。有，我在他们家的左侧，最左侧有偷偷放一个西瓜。很烫。小雨，我来帮你了。他们好像，反应他们好像还没看到你哦、喔，还没看到你，他们在看前面。喝几天？我喝都没有用啊！我都挖掉了，你有进去吗？我喝了没有用哎、欸，还有一秒，你可能刚好被打到。哇，他那就真的是很短暂，不能被打、哦。我的西瓜马上补回来了。他们家还没有什么可以。团来喽！好，你们看一下哦。有在看，刚才在我们的右边，这样打来打去，打不死人啊！好乱哦，武器没有附魔，打不死。嗯，我先撤开哦。嗯，附风力二了，感觉没那么好。要到风力三分比较好，比较痛一点。因为那边都有打到人了，要打是不是？后面还有在追吗？有力量效果啊！要提退，退，力量效果就可以打啦。我又得到一件了，嘿嘿嘿，这上得去吗？小雨需要帮忙吗？还好，他们是打是不会痛，可是很麻烦，很烦啊。因为而且小雨在西瓜那一期打他们根本，我就在西瓜就不会痛了。对啊，西瓜那个绕一绕补很多，还蛮。那我问个问题，好，压力板放了没？哪个的压力板？果然没有。好，我买。
刚刚说三个核心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哦。哦，刚刚掉下去，他被我击退打掉下去。喂，我有有，我跳过去，我跳过去。有有看到，哎、欸，他看到你，他看到你，有看到你啊？他们俩还上面有那个。宝哥，金苹果。在想宝哥要不要走，要不要冲进去？哎、欸，鱼自己掉下去了。你冲进去之后，挖挖挖挖挖。窟窿窟窿窟窿，哇塞，窟窿，好猛啊！那窟窿，那击退很远、啊，可能要先把那射死。我刚刚感觉隐约好像是被那窟窿给射下去了，对，那会射自己人。他就随便射啊！啊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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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前中线有弓箭手啊，可以把那窟窿射死。杰瑞，你可以去啦，我守家。他基本看他基本他应该给他射掉，虽然他也会射掉陨月，不过在挖的时候真的很棘手。跑在里面，我从上面射看看。好，中间我没顾哦。行，我在看。我在看。剪会好一点。不少，不是，对，跑在里面。欸、小雨那个窟窿多少、嗯、多少啊？32个绿宝石。哦，我们现在这么多铁哦，我们现在绿宝很多，对啊，铁比较少一点。可以买。而且有人有往你走啊，我往那边走啊。他叫什么、啊？跟谁买？真奇商人吧，他有一个。你要买什么？窟窿啊，是不是可以放在青金石上面？对，那、啊、我们应该放在红石上面。32个绿宝石。是32个绿宝石。把他出去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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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。哦、小雨，那加分神殿还可以再买哦，你可以弄一下。好。很难死的。哇。嘿咻。嗯。这有点烫。他买还买那个药水耶，跳跃药水。刚想带回来给巧克力喝。嗯。还有风力二级退二钢，为什么不直接用啊？嗯，都是因为那个是我垫的。是他的。那如此啊。那你要吗？应该。哇，你还在他们家啊、喔？我在家，对啊。刚刚冲出来了，刚刚冲出来了。偏向于防守。刚刚冲出来了。哇哦哦哦哦！打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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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下去。下去了，他要下去了，不要被烧死了。欸、所以繁星，你有找到了吗？还是我买？我在守塔，没有买。那我等一下买一下。其实附个基本模还蛮快的，一分钟内可以搞定。哦，哎，装备跟要不要？没关系，不用不用。哎、欸，他们只差一下了、欸，哎，5000分。全军吗？冲出去吗？好啊，走啊！巧克力，我跟你冲啊！对吧、啊？哈基，那我就5个人冲，5个人冲、啊，五个人一起冲吗？反正只要一下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冲，我还是留下，你们四个冲，我留下来看。对对对对，还有保底，还有要冲吗？我找不到压力板，我身上有压力板，我身上有压力板，不用了啦，不用了啦，要赢了啦，不用压力板啊。我们三个冲，我买一下嘛，没买过啊，我买。来看看是小雨，哎、欸，那个先射，先射，哈基先射，哈基先射，哈基很会射。反弹冲过来了，小雨。好。那窟窿不好射。对、哎、的。前后前后，有有要干掉一个。哦，有了有了。2020想冲。你有压力板吗？我有。哦，你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。他们在顾窟窿，他们在顾窟窿。哎。还在跑步加分神殿是不是？2020待会还加分神殿。哎、小雨，他来了。刚刚刚刚刚刚。他们在顾窟窿啊，我射不到他。啊。他有附魔哎、欸，团团的那个。我在一打二，哇，危险危险！二打二，二打二。而且我绕去西瓜那里补一下血。要补了补了补了，没事没事。西瓜西瓜，哎、欸，西瓜怎么回？开回开回。你守在这就好了啦，不用去追他了，让他自己慢慢跑。那个让那个是要让是要进攻的，你们准备要进攻了吗？可能在家里啊。我这边随时可以跳进去，你们呢？我们在门口，门口没人了。我跟二零在绕，在绕，在绕，在绕。
那我冲了，走，然后我直接跳进去。喂，我上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先制。然后二零被我哇那个枯工，那个枯工超烦。二零被我卡在这，不要啊，白痴哦枯工。这好远哦。对啊，二零被我卡在这里，想回去吗？不可以，他在看你，我在挖。有可以，这一下可以。喵喵喵！我觉得枯工有够烦。我真的好烦，然后挤在三四格，对啊，挤得超远。喵喵喵！啊，拜托，拜托！哇，你这个枯工好烦。不要吧！哇啊！你在那里保护枯工，对啊，我要帮枯工挡箭啊！不会而且你第一次是有被枯工射下去，对他从我背后射了一箭，我就看你突然间 biu 的，然后想说你应该被射，然后很开心过，知道枯工不简单。哎、欸，小雨是西瓜女王哦，一直待在西瓜神殿很烦哎、欸，好烦啊！刚刚附魔快去打他两下，然后跑到西瓜站着。对啊，烦死了。A P 三啊，所以站在队友附近会有加持。怎么回事？那个主导有 bug 啦。主导怎么了？是，他一直卡住。你如果在旁边放那个绿宝的神殿，他有那个石墙会把你挡住。我说你刚才给我看到卡在那边啊，你在打二零的时候、哦。你一开始那时候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玩家太过，就是。